又从幻院离开了。知道了。少爷，您刚刚笑什么呀？没什么。对了，口供钱都给了吗？啊，还没呢，正在算呢。你得尽快啊，还有一个月就是画师评选了。 这位兄台，我看这画仙店的香火挺旺的，看来大家都把评选大师当成头等大事啊。这算什么呀？等过些日子，你再来看，大家恨不得把我们这画仙店的门槛给踩破了。<笑>那到时候我得看看，比一比哪家供的香火最多。哎，不用比，这么多年啊，一直都是我们家那文府的二夫人，可是我们画仙店的头号大财主。 这香火钱那是月月都没有断过，也难怪他们文府是书画世家呢。哼。哦，文府，土财主。